已经为我们带来一波波的雨势，而在台湾附近沿海的风浪也逐渐的在增大当中，因此呢，我们要提醒在沿海活动的方面呢，也要特别的小心安全。我们先看到在台风未来的情形，台风未来几天的移动方向呢，可以看到在今明两天它将会逐渐的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通过琉球北方的海域，然后在明天开始它的速度会比较减慢，也因此呢它会在台湾的东北方近海这一带逐渐的滞留打转，一直到四号开始它会停留一段时间，并且呢逐渐的开始转向，到了五号往东北转向的这个速度才会比较快速，也因此会比较快速的远离我们。所以今天一直到四号这段期间是台风距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沿海的风浪偏大，也会为台湾的附近带来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我们先从在风浪附近方面来看，在台湾附近的浪的情形呢，可以看到其实目前就已经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长浪出现，目前在马祖还有龙洞以及苏澳的浮标都有观测到三米以上的长浪，而在我们马祖以及台湾的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这一带沿海的浪高也持续的在增大当中，我们要提醒在今天一直到五号在北海岸东半部和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是容易有长浪的情形，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在三号的北部沿海也是持续有长浪的。而至于在风力方面呢，我们看到在随着台风逐渐的移动，台湾附近的风场变化，在今天台风逐渐的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北台湾这边是一个偏西北风的情形，而恒春半岛这边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偏西风，而这样子的风力呢，在明后两天会逐渐的增大，这是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台湾的影响之下，也因此呢，目前我们已经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提醒在北海岸东北角还有恒春半岛及蓝屿绿岛都容易有九到十级的强阵风，而这样子的风势在未来一两天还会再持续的增大，那要提醒在北海岸这一带呢，距离台风的暴风范围是比较接近的，要特别留意比较明显的强风，而在恒春半岛可以看到这种比较偏西南风的风向在明后两天会逐渐的增大，也要提醒在这一带活动的朋友要留意在沿海有比较明显的强风出现。而至于在天气方面，我们看到目前的雷达回波的情形，目前的雷达回波显示呢，在北台湾的这一带受到台风外围的偏西北风的影响之下，今天持续性的都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阵雨在出现，那目前的这样子的雨势呢，在山区附近是比较持续的，那累计的量值也逐渐的在增加当中，那我们预估呢，在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方面可以看到，这样子在北台湾北海岸还有近山区这一带的降雨呢，在今天晚间会逐渐的增大，而在中南部的山区雨势也会增多，而随着台风逐渐的比较接近，并且在台湾的附近海域停留一段时间，那因此在周四开始呢，在北台湾这边的雨势是会比较明显的增大的，那在中南部随着西南风在晚间逐渐的增强，也会有雨势逐渐增多的情形，对中南部而言的话，比较明显的降雨呢会出现在周五这一天，周五这一天的西南风是比较明显增强的，因此中南部这一带的雨势不断加剧之外，连平地这边的雨势跟前一段时间比起来也是比较明显增多的，而北台湾的周五这段期间的降雨呢，则要是台风它往北转的速度而定，如果说它移动的速度稍微比较慢一些些的话，那整体雨势减缓的时间也会比较延后一些。那在温度方面呢，其实可以看到今天在东半部地区还是属于一个有一些透光的情形，那这样子被风沉降的影响之下，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高温，那因此我们今天在东半部都有观测到35到36度左右的气温，而在明天我们也提醒在花东这一带还是持续可能有36度左右的高温，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比较各个时期需要注意的情形，今天是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那北台湾这边的风雨是逐渐增大的，而在周四周五这两天是台风距离我们最近风雨最明显的时候，那要留意在北部降雨时间比较增长了，而且尤其北海岸这一带距离台风的暴风圈是比较接近的，风跟雨都相当的大，那在中南部呢，随着周四的晚间西南风增强，整体的降雨也会开始累积，那
后续呢一直持续到周六，也因此也不排除有大雨或是豪雨等级的降雨。而至于在东半部呢，持续都是比较偏向高温少雨的情形。外岛部分则是在澎湖这一带，在周四也是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会开始转为有一些阵雨的天气。最后我们提醒大家一些小叮咛，在我们在台风影响期间呢，还是西半部要留意这种雨势强风的情形。那在下雨还没有比较明显的增大之前呢，也提醒大家留意附近的环境，疏通一些沟渠，避免一些淹积水的情形。那在风力的部分呢，因为有一些强阵风的关系，也提醒大家要检查居家附近有没有一些易落的物品，要把它细聊稳固。那海边附近的活动是比较危险的，也提醒大家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而今天一直到周五左右是适逢年度大潮，我们在西南部沿海这一带在近期呢未来也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也提醒大家留意这种大潮期间呢可能会造成淹积水的情形。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记者会说明。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